舞仙年度盛事2022香港小姐竞选较早前进行首轮面试，现场所见今年都有不少高质的佳丽参选，甜美靓样令人眼前一亮啊！但是有几位佳丽的样貌就相当另类，同样令人一见难忘。其中26岁的河北佳丽 Blair 就相当出众了，一出场就即时成为传媒的焦点，皆因她拥有傲人的身材冠绝全场，网民亦都火速起底找到她的社交平台同埋她的靓相，并且放上讨论区分享啊！据悉佢今日系特登向公司请假去面试，事前亦都十分之保密，佢嘅同事都系睇咗直播先知佢参选港姐咋。